那就鸡鲨鱼吧，其实跟上一期是一样的，鸡鲨鱼吧，鸡鸡鲨鲨鱼，鱼吧，哪的口音？鸡鲨鱼，东北话说的哪的口音？接下啊，来哎，我们好就好好，开始游戏吧。哎，好你为什活么要抢我的泼啊！词？啊，对不起，那你抢我的呗。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游所以戏你吧。要讲我的，我们要拿不第想一。讲我的。好了，我们要拿第一了。然后现在三二一，加油！加油！来，因为我刚刚请他们帮我去充值了，我要买好看的衣服。好，他来，充我们的先，会连接。为什么我没有？因因为为你没你，问呢、啊。哎，展示一下，展示一下自己的服装。我们不是靠服装的，我们是靠实力说话。你就给别人看看这套服装呗。不是服装，他会一会儿他会切吧。你就这样吗？为什么选这套服装呢？因为快到那个圣诞节了，所以说我想给大家展现一个圣诞节的气氛。你这是圣诞节的小丑吗？我这是圣诞节的蒙面男人。我这个呢就是一套熊熊装。哎，他不会切我们手机。哇，你这对吧？没事没事，万昭哥哎，他会切。你知道，我知道我可爱，你别这样说。说你的人物啊，我害羞了是吗？害羞。害羞。哎，你们可以跟我索要哎。索什么？就是因为我现在充钱了嘛，你可以跟我索要你们想要。哦，真的？对，可以索活吗？那你说什么说？啊，就跟你们讲一下有这个功能。来吧，那我们就哎，我们开始游戏吧，开始游戏吧，开始游戏吧，快快快快快！直接一把就直接赢，来把它赢了得了。第一把肯定赢。来，开始，谁是房主？按开始。我是房哎，你主。怎么是小熊啊？啊，你这是我充值了，我跟你讲。你这个熊怎么可以这么的？人民币玩家。啊，可以啊。这来了，我开始了，我开始了，我开始了。来，哎，没有匹配。没有没有没有。我很聪明。是，还行，有那么一点点的机智。机智，机智，机智。开始游戏，开始游戏。开始这段时间，看一下匹配。加油，特种兵！对不起，我以后不充值了。加油，特种兵！你花了很多钱吗？啊？你花了很多钱吗？你？这个，我刚一次充太多。充了多少钱？啊，我不知道，不想跟你说，我怕你会嫉妒。哼，有什么好嫉妒的？哼，谁说我嫉妒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啊。设置哎，上。那个，哎，你们是几啊？我是三。Three touch。啊，我弄你是几啊？嗯？你是几啊？你的名字？我是三。我是三。你我是是几三，啊？那我我是是一二。我是一呀。我是二，我你是是一二。吧？怎么知啊？嗯哼。Oh yes, let's get it. 哇，那个熊，哎，我们这边有两只熊，哎，对只呀、啊。有我是人。你骂谁呢？这夸，这是夸。说熊怎么叫骂人呢？你这人真是。跳伞哎，我们是跟着三是吧？三是谁啊？但是我果然是跟着最厉去哪害去哪去哪去哪？去 paradise，那是哪？天堂比较熟。天堂。算了算了。第一把哎，去去去哎，天堂，去天堂，快点。没有，不是第一把啊。哎呀，第一把，第一把我们打稳不点吗？是，说实话，比起活到最后，如果可以这样子，就是很有刺激性的打到最后，这才好，是好，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所以认我觉得同，先要跳，我觉得认跳跳同，跳跳跳跳跳跳哎，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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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
去完天堂直接去完天堂直接上天堂，我跟你讲，走。好，说得好。我没有拿第一名，没有自信啊！你要拿第一名，我没有拿第一名 ，OK？ 那你 carry。开进模式。哦，有人呢、欸！哎呀，我很多人呢、欸，你确定？哎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你快点往里面飞啊！你别在，这，别在这外面。哇哇哇！已经开始。往里面走。妈呀！里面已经开始。哎呦喂！等一下。我们比别人慢很多哟、哦。你这飞的是什么地方呀？喂喂，啊、你跟着我在飞啊！可以啊，大哥。哇，那有人呢？有人呢？有人呢？有人！跑跑跑跑跑！有人的话 ，Oh yes yes yes! Oh my god！ 呀，你真的是。对不起对不起，哎，你们要，你们就这样把我丢了。你在哪里啊，请问？我先拿找把枪的，哇。不是不是不能，不是啊，我跟你讲啊，哦这样打，不是你这样怎么玩啊？你两个好换，我走了，拜拜。不是你这样，没有没有，哎这很难操作耶，我觉得。好，好，这怎么为什么操作这么奇怪？我也随便。不是这为什么按键在这里啊？这开机的吗？哪有开局就打成这样的，真是。
不是不是不是，他这个有点奇怪，我得调一下这个按键。不是，我也觉得这个按键。要不下一个？你已经哎呀啊！你们都输了，你已经落地成盒。不是，但其实我觉得吧，我们这样也是达成一个新的成就，就是最快结束比赛就落地成盒。这不是叫六进？在这么寒冷的气氛下，三二 ，Oh my God， 太油腻了。三二一 ，OK， 下一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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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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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一把。你们都陪我了。即刻下一把，我刚输，特别不甘心，我跟你讲，我好热。现在我要调一下这个。哇，你是我们 MVP。嗯，必须的，谢谢。快点，快点，你们快出来，快出来，快出来。准备了，准备了。但真的，哇。哇什么？不是我这个是。哎呀呀呀！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什么叫年轻人心浮气躁啊？啊！我们这里只有一个年轻人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我知道你说的是我。对，我当然说你啊。我知道你说的是我。当然说是你。准备啊，准备了，我开了。嗯，开开开。想干嘛干嘛，来吧。我刚刚想开。不是，我们不能打成这样，我跟你讲。我们不能打成这样，我们现在在做的也是游戏直播，对啊，很难有一下。不是我们是娱乐主播吗？对呀，娱乐主播加这个。好了，我认真玩了，大家。加情感，加情感。你知道认真，哦，就是玩家。你真的好不会拍照片。你知道人家就。你真的好不会拍照片。好，我们先讲。好像我这个有点奇怪了。就是当玩家要认真开始玩的时候，他们会这样子做起来，你懂吗？我现在一直都是保持这个状态。啊，我这有点奇怪，我没有开火箭。那自己我看啊，我告诉你什么是开火箭。我这没有开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这个为什么？你要不？不对，你这个画面为什么这么大？你要不关了再开吧。不是，它这个画面为什么这么大？设置键在哪里？这个说没有指望我们技术的人啊，我记得你啊。你关了再开一遍没有？看不是，这跟关了再开应该没关系。你这设置键为什么找不到？我就得给我礼物。你们上次不就这样拿了礼物吗？但你这个没开火箭怎么办？啊，我跟你讲啊，不知道他那连开火箭都没有。什么？他谁设置的？我这边为什么？哎，你就佛系一点，你多拿一些那个补包，然后你就一直躲在我们后面，当医疗包、医疗兵就好。你觉得呢？跟着我啊，你不乱跳啊。不要乱跳。别乱跳，别乱跳，别乱跳，等着啊。跳跳跳跳跳，喂。哎。喂。哎，你为什么你一个人又？我跟着二啊，二是谁啊？你是几号啊？我是三号啊，二是谁啊？等一下，他这个没办法开始啊。啊，他没开。别玩了，别玩了，我们直接改成吃播得了。你不早说。哎，他这个，你帮他看一下呗。我帮他看一下，他这个手机没办法，没有开火箭，什么都没有。大家就是要让他佛系打法的，吃补包吃到最后。哎，你就拿大概十几个补包。我们先退出吧，退出等他吧。啊，那我练一下手，我练一下手。哎，这个很好吃。为什么我玩是可以的呀？还可以有那个吗？有开火吗？开火。这个手机。开火箭在，开火就是打枪的键。要落地才可以有。哇，吃播那你现在落地可以吗？是不是？不可以。对吗？那就说嘛，那就是说嘛，不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这对话，请说普通话，我听不太懂。就说不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你这对话我真的服了。好的，你不用讲了。不是，他现在完全是他这边是。你给你弹性系上开的。啊，弹性系上对。但是他那边就是连。开火箭这些什么都没有啊，让我练习一下。连设置键就感觉它画面完全是放的很大，不是不觉得吗？抵制盗版，从我做起。你先，你先落地看看，你先落地看看。来，你落地看看先。哎呀，你真的哎。这个各位啊，我对手机游戏不太熟悉，我是玩电脑的玩家。嗯，没错。嗯哼，
这个夸张，好好吃。这个零食跟这个没什么关系，我跟你说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吃个蛋糕压压惊，这是那个工作人员姐姐帮我们来。来，先把你谢谢先给他们调整一下，给他们调整一下。谢谢，感谢。这个姐姐给我们买的，真的。啊，这个姐姐给我们买的。好，谢谢。你连谁买的你都不知道，然后你在这边啊。谢谢。哦、好热。但我其实在家里经常玩这个游戏。对，我也是啊。我从最但关键是就是因为这不是我们的手机，然后它那个设置就不太一样。不太一样。最近开始努力的在玩这个和平精。那个叉子可以给我一个、好像没有叉子，只有刀。那没有就没有小叉子吗？野蛮一点。没事没事，我不吃。那你吃吧，哥哥也不吃。啊，你吃吧。有筷子，好，就筷子吃，好，接地气，可以。所以我们直播打游戏结束了是吧？要不然这样吧，不是直接到问题，因为就在他们休整时间，我们要不要先拍拍立得吧？啊，拍立得吗？好，我哎呀，我帮你看一下，我帮你拍，鹏哥，帮你看看什么叫拍照拍的好的。对，好。其实我啥也没有。你拍不拍呀、啊、你？我拍。没有，关键是你现在等了那么久，然后我刚刚表情最尴尬的时候，你按下来拍照。哎、我这裤子破的缘分，你跟我之间是有缘分的。我感觉我这裤子破的。我帮你看你这个操作。我可以了是吧？你这个哎，你这个被别人自定义不许成这样，你不应该用这个。哎，哥哥姐姐们，他怕我们赢的太简单，故意给我调整了难度。你用这个呗。已经 OK 了是吧？哎，这不是你的手机吗？来吧。哦，对啊，这个是你的手机，这个是我的吧？嗯，这是你的。哎，你等一下啊。那你让吃呗。等一下。那你吃，你一会去，你来帮你吃。吃你吃。来，多吃点长。感觉我每次来这里都是在吃东西，过得好开心。你会用这个吗？嗯，不会。我只用这个。你只用这个？没事，那就这个吧。来吧。哇，感觉就一样的。行，来。好了，来吧。好了，认真点玩游戏啊。好，来，卡兹啊，准备。看一下。OK， 经过了一番周折，终于可以开始玩游戏了。对。这边有人说，这是吃播吗？嗯。你来对房间了，我们这就是。嗯。啊，你们现在才发现啊？哎，洋洋，快点！哦，那个，一分钟后抽奖啊。可以。游戏没错，游戏要有天赋，我觉得我很有天赋。好、哦，谁给你的自信？我天，与生俱来的自信，好吗？可以。与生俱来。你也承认这只是自信而已。他只是拥有。不然不。哎。B-box 吗？不想说话。我不想跟你说话。别说了。你别说话了。我怎么了，鹏哥？开始了游戏，不是开始了。我们现在跟着几号？3号，3号谁？我。你是黄色的吗？还是那么小？无所谓，是黄色那个吗？嗯，我是那个圣诞老公公。哎，我们爸爸来了，爸爸来了。让你吃这个口噎着啊，给我的，好讲话，哈哈哈哈，谢谢洋洋。洋洋你真的是洋洋，直播，我们在直播呢。我说我，你的爸爸派南，我们去派南。可以。你知道派南为什么叫派南吗？嗯哼，因为他被派到南边了，因为他在地图南边。哦，所以他被派到南边了，所以他在派南。是这个意思吗？谐音梗是吗？对。跳了。没事，因为他跟着我呢。哎呀，放心。嗯。虽然说我不会玩手机版，但是我还是有天赋的。I guess so。哎，这把好打哦。嗯。我们哎，这把认真打了，我们可以吃，我们可以拿。认真打了，看着我们啊。超厉害，我跟你说。有人吗？嗯，没人好像。
没人就最好。哎，你直接离开托里，你这样会下去比较快。啊，你拖我，不然你们等下两个去一样的地方吧。我去对面，捡不到东西，你小心点。嗯，没人。加油！嗯哼，嗯，刚刚那不是 Mate， 是我自己说的。我想给你加油打气。好的，谢谢。这个你是跟我说话吗？刚才？好，开始吧。哒哒哒哒。哦。有人吗？没人，我是要那个开火。不想用。可以开火了吗？可以了。就是它是那个 3D touch 啊哈，但说实话，二倍镜跟三倍镜你会用吗？真的不行。我二倍镜偶尔会用。我觉得二倍镜好像跟红点比起来差不多，还不如拿红点。我老是不小心点到那个，我也是。点到还是对，我感觉我还是对这个操作没有那么熟悉。熟悉，我对这不那么熟悉。说的是对的。嗯，搜了一圈。原来你就在我身旁。原来你就在我身边。不用多说明。熟悉感觉回应。You can just get it。两颗心。变得更靠近。Yeah。从友情进化 love feeling。Yeah。Love feeling。Love feeling。这是哪个地方的歌？洋洋国。没人吧，英国？我跟你说，就你一个人吧。太浪费太 ，Oh my God，Sorry，Sorry，Sorry， that was my fault, man. I know, it's my fault. It's okay. Yeah. 哎，这边可以其实给我们。哎，那个，你们如果有谁？啊，算了，这个游戏我不太会玩狙击枪。我有狙击枪。不是，主要是我好像有一些。我先拿了把九八 K。努力的捡东西，然后哇，好，这谁设置的操作？好，我觉得可能是上一批的某位。对啊，可能是我们的队员。好不习惯，我也是，就很奇怪。哎，我在调到设置。为什么我在这边看到的不是我的画面？嗯 ，Oh my God，Sorry。我要，谢谢，谢谢。来给我，谢谢。是咖啡还是可乐？可乐。谢谢。会让你觉得很特别的可乐。我们的设置是，哎，你们是不是有一个人开门了？刚。哎，为什么他们看不到我的装扮呢？哦。你看我这边是熊的装扮，然后他在这边好像显示出来是人的装扮。哎，我们走吧，别待在这里。啊，好热。我们往。定个点，定个点。我觉得这个圈吧，会在这个地方。因为你想喝咖啡吗？想喝咖啡吗？没关系，走，看看我怎么被狠狠的打脸。哪里？蓝色的那个地方？我觉得我感觉吧，就是以我玩这个游戏的经验，可能会在那里。我玩这个游戏的经验，三次落地成盒，一次打到最后。好，你很棒。嘿嘿，我棒棒。我这个。哪来的奇怪的小孩？听错了。不是，你知道有一天，我跟大家讲个 TMI 啊。嗯哼。有一天我就故意就是玩 Winwin 嘛，然后他说 Winwin 我爱你，然后他居然回了我，我也爱你，然后那天我吓到了。要用魔法。然后他就说要用魔法克魔法。用魔法击败魔法。什么？为什么叫魔法？为什么这是魔法？因为他觉得我说对他说出这句话是魔法。对，他就像魔法。天哪。好了，别恶心。杨，你什么时候变这么肉麻的人？前几天前，这是一个倒装句。
前几天。我们来玩成语接龙吧，现在开始。好，我觉得这是个好游戏。你确定吗？波涛汹涌。啊？波涛汹涌。波涛汹涌。你呢？涌。涌。永无止境啊。呀。我文化水平我觉得还是不错的，好吗？快点。啊。涌。永永不止境，你这时候你要说永无止境啊，永无止境，永无止境 ，I guess。忽然是那边，静，惊涛拍浪，惊涛拍，惊涛拍浪有吧？有没有这个？惊涛拍浪有啊，惊涛拍浪有吧？没有，我现在自己创一个。不是你不能这样，我跟你讲，自己创，只有我可以做这件事。创词这种事情，我跟你讲，只有刘远洋他是最厉害的。狼孤分战。这什么？就是在别人的狼窟里面，然后跟别人跟狼打。不是狼窟奋战，就是自己一个人去奋战。战无不胜。还你还真接了啊！我以为狼窟。不是你还没弄啊？你还没用啊？你还没说呢。我说什么？我惊涛拍浪啊！啊？惊涛拍浪有这个东西吗？有啊，有吧？惊涛拍浪是什么东西？惊涛拍浪，惊涛骇浪，惊涛骇浪，你看。惊涛骇浪，惊涛骇浪啦！惊涛骇浪，骇浪啊！浪浪浪浪，快点快点快点，给我一个浪！浪浪里个浪，浪里个浪，浪里个浪，浪里个浪里个浪浪浪。哎呀，这个游戏到这里为止吧。别玩了，为什么都没人呢？哎，我觉得这个圈不会在这来这里，不会在这里。你不说以你的经验吗？哦，但我经验错了。那我们现在还要怎么过桥啊？我们？游过去啊？不用啊。不是为什么没人呢？啊？都在中间吗？都你们刚是不是按开枪？我按的。啊。我怎么一直在跑？对啊，我为什么一直在跑呢？我们这是一个运动，这是马拉松游戏，跟你们说过了。这是一个三，我们要一起坚持到最后。哦，那边有人发信号枪哎。是吗？过去看一下，过去看一下，过去看一下，过去看一下。对。哎，有人打人。机器人啊。哇，它是带彩色的。哇。哎呦喂。好。喂，你也太快了吧，这个过来抢。嗯。这不是我击倒的吗？没有，我帮你打完了。我帮你 finish 掉了。所以我再来一人分一半。可以。多好。但是我现在还是有点不习惯那个就是开了镜。